对，这是菜。这是豆角啊，你说豆角啊？嗯，不能扔。下一个，嘿，嘿，一二，哎呦，得断了。哎呦，哦，要。你自己摘了是不是？有啊。啊？没有。没有了，对，上边没有了。奶啊，奶奶，来吧，来桌子，来走去找奶奶，奶奶这边多。嗯，这这。嗯。嗯。这样。放，对。放进去。对。嗯。嗯。嗯，这还有呢。对。自己摘，摘这儿。有。啊。哎呦，好。放。啊，对，放进去。给几分？十二块。嗯。好。哎，好呗，放进去，对了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哎，那是轻的，不能摘。杰森，奶奶，你摘了四个轻的，一个，看看，哎。十百个，光呗。给再给俺孩子哄你呗。嗯。好，放放进来。放这里吧，哥。来。这啥？来来来来，是猪吗？你说来来来，去。来来来来来，有你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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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说来一件事儿，那鹏鹏说开一个小型农场，而且是给他朋友是合伙一起干的。对了，这门门好动啊。真好干啊。不好干，那家里头养的不少的，你看他这小型农场里边准备是养点鸡鸭鹅，还有牛羊。这年轻人他在开这的时间我也不知道，你看吧，你看那个我跟林光飞你都、哦、你跟他碰碰想想吧。哎，反正是再说呀，咱也合伙干生意，咱也反正是先成后不愁啊。嗯，那是先成后不愁的说头的。啊，他想干了，咱就支持他干。我说家里的事都靠给我了，我说我就是外外住，外外家里看那个收拾点呗。嗯，我给人活收拾。啊，走，爷爷在那站着，走。还爷。爷爷。